好，我们看到蓝军立委本身呢，对于这个行政院版本的老农津贴只加码316块。挺不下去，现在不只是农民强烈的反弹，国民党一些农业大县的立委也都说他们选不下去了。由农业大县高雄、云林的钟少和、许书博还有张家俊，他们发起联署要抵制政院版本，而获得了22名的立委签署，其中15位都是蓝军的立委。现在看来还没投票，自家人先闹内讧。老农津贴加码316元的行政院版本，周五即将在立院闯关，不只差了民进党版的1000元一大截，农民不领情。农业县蓝军立委在第一线感受到民怨，也确定挺不下去。啊，有一点在戏弄农民一样啊，那么有一点啊，在说白一点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农民朋友一样。我拒绝投票，就算受到党纪处分也在所不惜。感谢别党来变成7500的话，我开出反对的立场，我也投下反对票了。封杀行政院版本，翁崇军坚持老农津贴7500元底线，钟少和跟张家俊也自提10000元版本，加码顾农业选区，并发起联署抵制，获得22名蓝绿立委支持。除了发起人高雄钟少和、云林许书博、张家俊，还有彰化、嘉义的萧景田、翁崇军等农业县立委感受压力最大。黄义交、李学章也响应串联，共15名国民党立委将以不投票或者投反对票的方式，对政院版的老农津贴说不。我们充分了解来自农业县几位委员的压力。非不得已，我们不会记党纪处分。碍于立委选举当前，挺政院就不用选了的反弹，国民党团也怕强势开闸祭出党纪处分收到反效果，只能说持续沟通。但选举是现实的，农民没感受到国民党诚意，难怪自家立委没表决先内讧。三立新闻高雄林玉峰、朱俊杰采访报道。